你说你传出去丢不丢人？老四，这小迷糊是小姨的孩子啊，这孩子爹竟然是自己的大侄儿啊。老四，你说你丢不丢人呢？你传出去啊，老四。那小石头压力更大，那小石头跟大侄儿生出小迷糊，哎呀我的妈，我都不敢想象了，这乱七八糟的呀，这是啊，我真的我不好意思说你老四，你说你总是这么没心没肺的，老四真是的，我也是上火。从老四小时候出生那天开始起啊，一直到老四一岁半的时候，叫了一年半的小姨，结果他妈成自己媳妇了，什么玩意儿吧？你说，你别瞅着了，一帮子。哎，四哥来抱抱，来抱抱啊！四哥太难了。四哥，啊，好了，老四啊，老爷明天直接给你找一个好点的啊，100%的老四，我真的老四，我听老爷的，你听老爷老四。老爷明天如果要不给你找的话，你记住我发誓，老四，老四，老爷发誓，如果我明年我不给你找，真的，我就吃粑粑了，我说真的，行不行？四哥行不行？行了，握手，老四，行不行？啊，真事儿，老四，你老四，你对我的信任，绝对不会让你后悔的，老四，好不好？我发誓，明年我不给你找小对象的话，我去吃粑粑。老爷求求你了。你再坚持坚持，老四，我肯定不会说亏欠咱老四的啊！老四，你气性咋这么大呢？老四，那不儿子吗？啊！我哪给你找一个好点的，老四，行不行？啊！小迷糊，你也坐下，小迷糊，啊，你坐下，小迷糊，来，你俩，小迷糊，我跟你说，老四啊。老四啊，你跟小明以后你俩一定要好好相处，知道吗？老四，以后给你俩一人找一个，行不行啊？老爷给你俩一人找一个啊！好了好了，好孩子啊！老爷给你俩的男牛肉干，男牛肉粒吃啊！好孩子啊！给老四一个，好，给小明一个啊！老爷到时候给你俩一人找一个啊！老四啊，好，不找一个，找一人找一个啊，一人找一个啊！好不好吃？好不好吃？好吃的握手，反正好吃的握手。小迷糊好不好吃？啊，真好吃哈！给小迷糊找一个，虽然说小迷糊现在没有那个功能了，小迷糊也需要一个伴儿啊，关键是啊。能不能别瞅他，老四，离你108000里呢，你瞅他干啥呀，老四？能瞅出花来呀？啊，你能瞅出花来呀？老四握手。握手，老四，好，小明握手，好，来，好，老四握手，啊，好，你俩是不是一家人？是不是？哎呀，你看多齐，看多齐，哎，一人奖励一个啊，一人奖励一个啊，看，好，你俩是不是一家人？老四不齐，一二三，是不是？不齐。你俩是不是一家人？啊，是不是？好，行啊。老四，啊，老四看好了，你别看他了，真的，老四，你都瞅烂了。是不是一家人？啊，是不是？不齐了呢，你俩都瞅烂了，老四，你瞅他干啥呀你？小明另一只，其实咱老四又能找上小明这样媳妇就好了啊！咱小明特别聪明，俺那小明脑瓜里有事儿啊！看着，这牛肉粒我放你俩面前，这牛肉粒谁都不许偷吃啊！你们俩等老爷回来，我把这个手机充上电去啊！不许偷吃啊！